老师，能给我稍微留个份吗？我刘雨宁。在哪儿呢？刘雨宁，来，快点，三人一开始接一个。刘乔峰，来，继续过来，上号换。这个我一直就是看，我就看电视剧就是个 bug， 这玩意怎么脑出来的？顶着没有脑出来，没有。想给我试一下。不是，他真正的话，他使劲往里塞，就是往里塞了。把你的舌头顶死之后，你。他觉得他妈俩电梯吗？来。